他将安全教育搬出课堂，他帮助困难司机就业转岗，他创新5-1工作法，是要解决交通乱象。全国5-1劳动奖章获得者赵猛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，我是主持人石琼林。据统计，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青少年多达万人，交通事故已经成为青少年发生意外事故的首要原因。宣传交通安全知识，让青少年学会遵守交通法规，保护自身安全，变得刻不容缓。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赵猛，正是一位奋战在道路一线，坚持不懈向青少年普及交通安全知识的人民警察。他先后被评为安徽省公安系统十大爱民模范，全国交警系统执法标兵。2018年，他被授予了全国5-1劳动奖章。那么，在交警这个平凡的岗位上，赵猛都做出了哪些不平凡的成绩，让他成为了同事和群众口中的小能人呢？赵猛是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的一名交通警察。10余年来，他积极组织开展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，用热情和责任践行着人民警察的光荣使命。赵猛所在的支队负责着近7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交通管理任务，辖区内常住人口超过50000，登记车辆超过10000辆，10多所学校更是分散在辖区里的各处，车多人多，增加了校园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。如何保障青少年的交通安全，成了安全卫士赵猛的一块心病。交通安全从娃娃抓起，我们从娃娃的小手带着我们家人的大手，共同遵守交通规则，共同树立良好的交通意识。这里是宿州市第一小学，为了防患于未然，赵猛正在为今天的安全教育活动做准备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他都会到辖区周边的学校开展这样的活动，对在校师生普及交通安全。由于辖区内车多人多，尤其是放学的时候，经常有学生乱穿马路，明明可以避免的隐患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让人提心吊胆的画面。所以长期在辖区内进行交通安全教育是一项最基础的工作。我们集体外出时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排成两列纵队，在人行横道停留，不要在队伍里嬉戏打闹。赵猛通过耐心的讲解，让同学们更好更快地掌握理解交通法规。然而201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，让勤于思考的赵猛开始反思传统课堂式安全教育是否充分有效。2018年，重庆市江北区某学生和爷爷回家途中偶遇母亲在马路对面召唤，于是挣脱了爷爷牵着的手，向马路对面飞奔而去。突然一辆飞驰的汽车将小孩撞倒，并从他幼小的身体上碾压了过去，导致该学生当场死亡。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时，心里是酸酸的。我们都有孩子，孩子的去世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致命的打击。但是我作为一名交通警察，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次的交通安全讲座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呢？所以交通安全教育一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，我们需要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方法。为了让安全教育不再是纸上谈兵，认真负责的赵猛组织联系政府相关部门，在西二铺乡沈家村建立了交通安全村。很多案例都折射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，许多孩子没有形成交通安全意识，所以除了向他们普及
交通安全知识以外，让你们学会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也格外的重要。安全村的建立，让赵猛将现实版的道路路况搬到了安全村课堂，进行实践教学，有效弥补了传统课堂实践性不足的问题。小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是最活泼活动的，他们在马路上经常你追我赶，更重要的是许多小学生对交通标识完全不认识，所以单纯的讲解安全知识并不够，要让他们认识交通标识。同学们，这就是我们的移动红绿灯，当停电的时候，我们红绿灯停电的时候，这个就可以用派上用场了，对吧？除了定期开展交通安全课堂，执着的赵猛还依赖交通安全村，邀请各位村委会代表前来学习电动车安全驾驶，让大家认识到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，同时也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交通安全意识。在赵猛一次次深入浅出的讲解下，大家深刻地认识到交通事故猛于虎，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，文明出行。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赵猛负责的岗点是宿州火车站。宿州火车站位于城区核心位置，人流车流汇聚，在这个区域非法营运的三轮车曾经泛滥成灾，他们不听从交警的指挥管控，随意停车，随意揽客，随意超载，随意更换客运线路，在马路上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提心吊胆的闹剧。那么面对当时的乱象，赵猛是如何应对的呢？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赵猛的心头一直压着一块石头，那就是自己管辖区域内的非法载客三轮车。为了治理三轮车非法载客的交通乱象，赵猛和同事们在工作中不断摸索，努力寻找解决的办法。像这样的场景，赵猛几乎每天都要面对。交警日常工作中最受人关注的一项就是依法查处非法载客三轮车，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开罚单。在宿州火车站附近的非法营运三轮车常常肆意妄为，查处起来十分棘手。我总感觉到我刚查完，前脚刚走，他没有回来了，我一回来他没有跑了。交警只能罚没非法营运三轮车，这种状况下，三轮车车主只求当场脱身，下一次还会依然如故。可面对执法和生计这两种看似天然的对峙，一旦处理不好，就会酝酿出可能会升级的冲突。有一次，赵猛查处三轮车的时候，险些被砍伤。在查处三轮车的过程中，确实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情况，我们遇到过，又拿刀出来比划。经过这次事件，赵猛意识到，现实情况可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，很多三轮车车主实际上都是迫于生计才私自载客。去年五月，我们查处一辆非法营运三轮车，万万没想到，正在我们秉公执法的时候，却断了他们一家的生活来源。吴振红的家在宿州火车站附近，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子里，满当当挤着三口人，身患残疾的老吴和七十多岁的老伴儿，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孙子。吴振红今年已经五十多岁，左腿还有些残疾，无法正常行走。由于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，没有及时医治，导致长短腿，家庭情况十分困难。如果没有了跑三轮的收入，这个家也就会因此失去了经济来源，甚至连基本的医药费都支付不起，更不要说还要照顾老伴儿和孙子。当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，心里是酸酸的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感同身受的赵猛经过深思熟虑，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我们在查处三轮车的过程中，我想呢，我们作为执法者，不能一味的只去堵，而更重要的去疏导，
给他找到一个就业门路，这才是最根本的。为了帮助吴振宏家庭脱离困境，赵猛下班后顾不上休息，他上网查阅招聘广告，还走访了当地的社区服务站以及一些企业。虽然吃了好几次闭门羹，但他并不灰心，终于帮助吴振宏的老伴儿在一家汽车 4S 店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成功帮助多名家庭困难车主就业转岗。面对来之不易的工作，多名车主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正是凭借着这份坚韧和执着，赵猛率领同事们圆满完成了非法营运三轮车治理工作。他们负责的火车站岗点更是成为了宿州城的一张亮丽名片。十几年来，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交警赵猛时刻坚守一名人民交警的责任使命。每年赵猛解决处理的交通事故纠纷都有上百件，他和队友辛勤工作换来的是宿州城安全通达的交通秩序。赵猛所在的火车站辖区是宿州市每天车流量大的街区之一。尽管工作繁忙，中队的人手不够，但是火车站辖区街道上依然是秩序井然。那么赵猛究竟用了哪些好方法保证了辖区交通的畅行无阻呢？2013年，赵猛被调往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三中队，坚守站岗一分钟奉献60秒的信念。他勤学多思苦练，很快熟练掌握了业务知识，成为中队乃至大队的业务骨干。由于突发情况，这条主干道路口的红绿灯发生了故障，总是奔波在一线的赵猛最先赶到了现场。其实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但赵猛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疏导交通，而每次他的出现都保障了道路的畅通无阻。我们主要负责火车站区域，这里每天都要经历好几个车流高峰，如果疏导指挥不到位，轻则堵车，重则发生交通事故。面对这样的交通乱象，赵猛又是怎样工作的呢？讲什么呢？我们在工作中巡逻的过程中要勤巡逻，勤就是我们要巡逻过程中注意发现我们设施有没有坏了。尽管赵猛每天很辛苦的工作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闯了个红灯交警却不依不饶，为什么路边停了一下车就有交警骑着摩托车过来拍照，为什么他们无处不在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勤学善思的赵猛带头面对问题，在深思熟虑后，他拿出了自己的办法。下班之后，赵猛并没有回家，提着公文包，赵猛来到了辖区的一些大车司机家里。由于大型卡车对于交通安全的特殊性，赵猛经常会来到辖区里的司机家，对司机耐心地讲解安全法规，提醒司机们遵守交通法规。就这样，赵猛用行动开始温暖他人，他用自己的方法慢慢改变人们对交警的态度。在老百姓心目中，交警的形象很刻板、很冷漠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执法者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得当，所以我们要在改变自己的工作方法的同时，要防患于未然，要让老百姓愿意接近我们。赵猛是一个做事有心的人，尤其在工作当中，日复一日的工作没有让赵猛感到厌倦，反而让他针对辖区的交通情况总结出了对应的工作方法。勤巡逻，早发现，在事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排除隐患。群众对他们工作不满意，他就走到群众家里去，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群众。而他自己也坚守干一行爱一行，钻一行精一行，做工作中的有心人。他潜心自学，刻苦钻研，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成了一套工作方法，5个1工作法。简单的说，5个1工作法就是
以早早发现，以晚晚下班，以轻轻巡逻，以防作假防，以重点把学校、客运企业及油车单位作为我们的管理重点。慢慢的，在赵猛的影响下，五个一工作法在中队开始显现效果，并且成为了整个中队的工作准则。五个一工作法对我影响确实很大，他的工作经验比我们都丰富，而且以身作则，所以潜移默化从他身上受到影响。赵猛每天和同事工作超过10小时，很大一部分时间花费在预防事故发生上。但是忙碌的工作却让赵猛疏忽了对家庭的照顾。十几年来，赵猛甚至没有陪儿子度过一个生日，因为赵猛孩子的生日正好是国庆节，而这一天也是赵猛工作最忙碌的时候。来年，爸爸一定陪你过生日。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赵猛像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。十余年来，赵猛因为工作而没有时间陪儿子过一次生日，不知道这个来年还需要等多久。从警十余年来，赵猛始终立足本职，痴心不改，坚守在公安交通管理第一线。当家庭和工作冲突，他依然选择用铁肩和柔情，在平凡的岗位上擎起道路的平安与畅通。赵猛坚持不懈地走访巡逻，哪怕是外来陌生游客过来问路，赵猛都耐心回答。渐渐地，辖区里的人民群众对待他们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。我觉得我们宿州的交警特别辛苦，在每一条大街小巷、大街道上都能看到他们在辛苦的执勤，不管是刮风下雨，他们一直都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。我觉得有了交警，我们才更安全了，我们的交通秩序才更好。在五个一工作法实施的半年后，不但赵猛执勤的宿州火车站区域交通事故率明显下降，而且片区的人民群众更愿意遵守交通法规了，也更愿意给赵猛和同事们一个微笑，一句问候。我认为交警并不是冷冰冰的执法工具，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普通人。如果你在执法过程中对老百姓用微笑的进行服务，那么老百姓也很乐意的用微笑的回复。赵猛在工作中总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，他热情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并满怀激情和创造性的开展工作。十几年来，赵猛一直践行着人民警察来自人民、心系人民、植根人民、服务人民的公安机关优良传统。但是荣誉属于过去，未来任重道远。赵猛一直把工作作为事业，把事业作为追求，把追求付诸行动，无愧于头上的警徽，身上的警服。在赵猛的身后，还有和他一样的千千万万公安民警，为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、人民幸福保驾护航，他们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敬佩和尊重。好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人物故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